抓雅朱大，今天听到你中午的节目说有士林万华，哎，什么会是士林万华？中要么士林万华，要么士林北投，讲错了吗？候选人呛陈时中，请问最近有没有预定找他来上直播？另外，请问波基觉得飞弹飞过跟民通止痛单有关吗 ？P.S. 小智这两天讨论几乎都消失了，军演太难过，看小智被定是看新闻少数乐趣之一呀。你要先回应那个嘛，有没有预定找这个？哦，有，我们叫那个广播制作人去跟他联络了啊。对，因为他最近都牵一只狗叫陈时中去看，而且陈时中最厉害，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，我们还是要敬佩陈时中。最近抗议的人几乎都没办法靠近陈时中，这个那个王玉阳是不是？他哦，那个你。我知道，我们讲说金色力量，对对对，我们讲他名字，我怕我不了解。那你可以找那个他跟那个谢和弦一起啊，你知道他跟谢和弦一起去上吴孟孟的节目，没有这么有梗。好，不管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最近已经被弄到妈四肢都磨伤了，然后连他那只狗都没有办法去抗议。他好不容易今天才寄了一个影片说，哎，终于在陈时中受访的时候，我的抗议有让他听到。陈时中太厉害，妈干十八铜人阵。等闲进不了身呐、啊，这个可也许是台北大家就孬种不太敢抗议，但是这个就是总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好，然后。